letter.是一个没有办法跟播的时间，也没有没办法跟播吧，就是一个特别的时间。我的声音还没醒，哈哈。谢谢 Q 啊，不是谢谢 Q， 早安 QK， 我还没醒。早安请问秋，早安 Nelly， 早安呆呆叶，早安小玩家。才刚准备发文，叫我起来吗？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快称赞我。Hello 陶娃娃 ，Hello 秋日红 ，Hello 玄米 ，Hello Steven，Hello Love。起来了，但是醒了吗？肯定是还没。我什么时候是醒的吗？梦话梦话，我在讲梦话。大家好，我今天不管讲什么都是梦话。挂台睡觉 ，OK， 睡吧睡吧。早安家树，早安女人，早安，早安。早安，韦爵爷，吃早餐了吗？还没，要爆炎了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没有这个打算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意外。Hello， 早安女人，就是对，随时做好任何准备。早安 Tom， 早安孟达，早安家树，谢谢秋日红的闪光星星。早安，冲饭快！早安，夏红舞。早安，早安，念红。没醒会乱讲话吗？那可以说，无所畏惧，无所畏惧。大家，你们要知道，现在你们看着荧幕里的那个人，是前一个企划的。我没有偷开好吗？谢谢 Hiko 的早安抱抱，早安小梁，早安 Hiko， 早安 Cass， 早安风，早安玉珍，早安叶曼博，早安林果，早安叶莹，早安新鲜柠檬，早安夏烟，早安559510，早安功夫棕熊，早安 Linda， 早安芋头。他让我发言权吗？肯定是没有。哎，成员有发言权吗？哎，谢谢 YC 的闪光星星。Hello 阿龟 ，Hello 芋头 ，Hello 优西，谢谢玉珍的早安抱抱。早安 Another， 早安林哲伟。要用学来的武术杀进，肯定是不行。早安大家。早安人品俊俊，早安小千，早安 Waker， 早安季风亮，早安不当不出病，所以就变成福利我了吧。Yeah, you know who。 早安阿北，开始真早呀、yeah, 没有喜帖踹门吐气。完全不行好吗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处于就是能不碰到就不碰就不碰到。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对，早安 Jason， 早安洛克，早安老沙。嗯，你说小灯吗？你等我一下，谢谢不当不出病的心动会员。我要做早操吗？呀，分辨的话，讲会分辨的话，加成员。啥？说啥呢？今天练习的地方就约在好园子，不行。早安，啊、哦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汉，早安千元通，早安逆，早安孟萧峰，早安 BOHMI， 早安福建，早安 CJ103， 早安琳塔，早安罗纳五朵，早安任豪。谢谢不当不出兵的爱心气球。在体会哭出来的程度吗？哎、欸，但是我因为我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关个灯。大宝宝还在睡觉。
晚一整度。好，谢谢徐阿北的爱心气球，对，声音很美心。谢谢 QK 的闪光星星，早安水锤，早安志宏，早安。谢谢阿北的爱心气球。呀，早安草莓酱，早安浪客，哇，谢谢浪客的幸运四叶草，早安啾宝。昨天怎么没有不小，怎么没有不小情运动？你说陪小情运动吗？我有起来，我心灵到了，但是我昨天起离不了，离不开床，离不了。早安奉献，这时间怎么会是云杰活动时间？肯定不是啊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直播。问题被逃避了，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说哪一个问题？你说会哭出来的部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你让我先念完留言。谢谢浪客的行李箱。早安牛碗蝶，谢谢浪客的一封信，大家早安，但现在躺着不行。谢谢浪客的爱心气球，大家早安，哪天离开得了。今天几点睡？这是其实挺早的。早安静，没有逃避，明天可以早餐直播，对，我蛮想的，但是我忘记，对，就是来不及。就是呢，关于在体会哭出来的程度这个部分，就是其实因为最近我们就是最近前个企划刚结束嘛，然后你们不是粉丝们不是做了蛮多东西的吗？就是像是一些讨论，或者是一些你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我没有看到。然后不行，卡花花上课，听到了吗？对，就是我没有看到，然后就是真的很难过，认真很难过。但是，对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就这样了。他已经在上课了，他还比我早起来。看来是早上六点什么东西，没有那么晚，我没有那么早，以为是晚上十点。是现在，好想吃早餐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也放弃了梦被打碎。啊，早安！一边睡觉一边唱歌，对，大学生必备技能。四个还是在一起的，对，就是其实那边结束了，我们还是有别的东西，例如 podcast。 抱歉，还在努力，对，自己做早餐呢，不行啊，我没有买食材啊。谢谢勇哥的浪上野猪。我在努力上，我还在努力的上，好吗？既然早上的课会去，会啊，他在努力，挺努力的，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分析一次自己。对，我知道，今天多了很多话题，但是如果之前有讲到，就是我还在上的 EP2 里面，如果有提到的话，我就要把它剪掉。好难过，哎，真的很难过，就是，虽然这个企划的开始也很荒唐，也很胡闹，
但是就是因为太苦恼了，所以很开心。然后它就会是一个我们的很美好的回忆。然后就是想到就会还蛮难过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就是给出你们一个交代。对，就是很青春，就很青春啊，就很像，对，就很青春啊。就是我们跟普通一般学生们不一样的回忆。对，唐法努力上课，谢谢四季的爱心气球。对，早知道就不要偷了吧，心累。对，总之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四季的心愿四叶草，还有行李箱一封信，很有趣呀，谢谢四季的爱心气球。对，是不是讲到影响爸爸上课的心情了？没有没有，他只是觉得很想睡觉，旁边的人很吵而已。他没有在听内容，他就觉得很吵。哦，他有听，对不起。谢谢老沙的缘分相遇，先当成大学成果展，被教授老师搞到办不下去。我觉得比这个再更激烈一点，激烈就是那个心情会更复杂一点。因为我们是已经，我不知道哎，可以这样说吗？就是我们已经是胡闹到，我们有收获到粉丝，就是跟大学社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大学成果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谢谢老沙的缘分相遇，谢谢包子的幸运四叶草。就是我们就算结束了，还是有人愿意支持我们，所以真的是很开心。是说我们都搞半年才说，对，他非常的关心我们，真的。希望大家不要接近我，拜托了。爸爸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，他醒着。有电话没听到？没事没事，严重一点，对，就是严重一点。就是大学成果展办不成的话，可能就是大家一起气一气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的东西是我们气一气，我们难过，然后还有你们可以替我们发声。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还有一批人可以替我们发声，就很开心。谢谢飞扬的比个心，对，继续支持黑白，胡闹到认真发展，对，连地下组织，我不会讲话，不好意思，这段只有我们会听到，也谢谢。大人难道没看到我们的成果？哈哈哈哈哈！终于等等就会被笑死！你们聊，我问啥？问啥？哈？你要问啥？哎，参加合照会，欢迎，想要知识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哟。不知道的我就要比这个。我要穿啥？你们看过的一次而已，只有一次，只看过一次，但是不是看到现场，是不是有点看了？吃哪个？吃哪个？哪个饼皮馅料？哦，
是不是你不是可以开无双了吗？怕什么小时开无双没不行还是不行好吗？我还是好严的孩子。佳佳跟小琴不在宿舍吗？在啊，但他们应该还没醒吧。毕业。粉丝穿，粉丝穿，粉丝该穿饼皮馅料套装去拍合照。可以啊。早知道就偷偷先去走。还是可以，你们还是可以做啊，只是不会是我们官方的东西而已，官方不会是我们的东西而已。啊，翻过来耶！欸，是不是有人比这个比较脱臼，很扯？杨兄，我拿到了，经过了一番波折，我拿到了，谢谢。老板直接从自己的想法叫老板自己去做基层，不，老板就是不适合做基层的人，毕竟他是老板。我觉得这应该不是，就是不只适用于我们公司，就是蛮多，挺多的，就是各个地方的老板们。应该都是这样吧。好，不是这个方向，不然呢？呀，早安大家！有穿去买东西吗？要给的慢慢给，要给。有的有的，剩下。This and my family. Yeah. 老板跟我们讲，这要怎么做起呢？五百年留言，哒哒哒。亲戚会听到。真的，真的。还有什么是可以再更到的吗？肯定有。有的宿舍组的人们就是拿到第一天他们就很开心的穿着去啊，因为我想要吃东西他们就陪我去，然后他们就穿着去便利商店。佳佳跟姐姐是一对很爱闹的小朋友呢，是佳佳，但是佳佳跟姐姐很可爱，梳个头发，中风，对我就本人就在旁边，哈哈，校园邪教，谢谢又超胖的告白气球，可喜可贺，叫人家老大完全不像好吗？可口可乐了，没得大喜，没得大喜，没得大喜，可口可乐。好像吃早餐了，是闹着大家要起床了吗？谢谢林果的听花儿谈感情，所以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？最近有我个人的好消息，但是它是有故事的，它是做坏消息，懂的人都懂。要结个毛，我个人的，但是呢，哦，对，我刚刚说合照会可以比这个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就是呢，我不是要回台中吗？然后就是。小老虎在，就是我这那几天都跟小老虎一起，都在一起这样子。昨天佳佳在吹笛子，我们还在睡吗？昨天佳佳在吹笛子，
再叫我们起床啊！我有听到，真的很厉害。后面跟后面那个，哎哎，啊，这个，但我讲完就是因为小婴儿不是都会很用力，就是会一直抓着手，一直抓着手嘛，然后他就最后就会用力到变成这样子，所以我要比这样子，不是很吵吗？不会很吵啊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、欸。真是认真很厉害，而且我们前一天就有说好，就是要可以叫我们起来这样子，对，可以把手指放在，有，他会抓手，超可爱的，所以我可以用力抓你的手吗？不行，大家合照会欢迎找我拍的。那我们要带圆妈妈可以，先看。右墙壁的樱花，黑子，我会看到方子瑶奶嘴找你，我准备好了。还是你们在口罩上面画一个奶嘴，赞！好期待，好期待合照。好期待我手绘，两部浓缩成一部，哈哈。那我们的手指给你抓，有奶嘴也会被口罩挡着。本来第一部超悠闲，我可以啊，比比现在的手势还是可以比啊，欢迎大家跟我比，找我一起比。上班路记得走慢点，我遵从姐姐们的步伐，staff 们的步伐。哇哇！耶耶耶耶！我遵从公司的想法，可是隔板会变 N。N 什么？哪一个部分会变 N？说我脚痛，走慢一点。对啊，会一直被关心，没关系。特别 N。哦，你说如果加上隔板的话吗？如果隔板算是一只手的话吗？想说点什么，但算了。奶嘴挂在身上，好可爱哦，卡巴雷诺。两个人拼起来，为什么会是N，不是横的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嗯，闭嘴。闭嘴。恰恰听出心动话，真假？棒哦！哎，可是很久了，太久了吧？手指被隔板挡住，过不去哦。没关系吧？没事了。早安 ，this， 大家早安。早安，志豪。早安 ，hello。佩丽佳叫我最喜欢谁？阿刚啊，想不到吧？最喜欢阿刚。
六的晚安签到，先去开会，拜拜。因为我跟他不是，我不喜欢他废废的样子，我喜欢他死气模式，死气模式是吗？谢谢他留的那么新，还是可以半夜在隔板钻个小口。你说我们自己去，也跟宿舍一起看孔明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孔明哎、欸，我没有看，但他们看得蛮开心的。决心，好，我来分享就是我的个人的好事情。孔明的歌有我有听过，他们已经会跳了。谢包子的小帮手，阿萨哥汉特别打马达来哟。哎，我个人的好消息呢，就是呢，某一天我跟琴琴跟佳佳，我跟小琴跟王一佳，就是要回家的路上，然后就有那个马路要过马路嘛，然后那边马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刚好可能坏掉了，我猜就是故障了一小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刚好在那段时间要过，然后就它就是那种红灯一直闪的那种，没有，反正就是红灯一直闪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应该可以过吧，然后就走，然后但是对耗子灯，然后我们就过去，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很突然就是真的红灯了，就是真的要换另外一边了，然后我们就要跑过去，我就跑，然后我的手就去敲到我的包包，然后刚好我的包包就是我 AirPod 都会挂在我的包包的外面，就是挂着这样子。那我就敲到，然后我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，我就回去看，转回去看。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晚上，然后又刚下过雨，反正就是湿湿的这样子。然后就我也没有看清楚，因为我也没戴眼镜。然后因为而且我们又要，我怎么这么多次？而且我们又要过另外一边，就是我们是一个 L， 我们要走过去，对，然后就想说哦好像没事吧就走了，然后回家的时候我要带我的 AirPod， 我才发现我现在只剩下左耳，我的右耳不见了，对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呢我呢就买了新的耳机，好喜欢！对，我放了一只，然后我就去看那个价格。对，我就去看那个 AirPod 价格。算了，直接买了一个新耳机，并没有碰瓷，好吗？平常带不出门，可是就是没关系，因为我其实还是有有线耳机，而且我的 AirPod 大部分都是用在连电脑，说真的，嗯，谢谢玉珍的掌声鼓励，而且这只不贵，这只是1000有找的，我本来在看1000多的，但是性能就是有两个蛮像的，然后我就买这只。好开心。不是有寻找功能吗？但是因为它我只有少一只，然后它会出现它的那个寻找的功能会是你这组 AirPod 最后的位置，应该是充电盒的位置吧，我猜。而且对，然后对要有连线，对，而且那只耳机应该已经
就是没电，或者是已经被碾爆了，我才反正就找不到。因为我隔天还是有去那个路上，一样的路，但是它已经消失了。寻找是没有用的，大家。谢谢玉灯。那怎么样？这个音质有提升，剪片跟上有的。手表，哎，没有好吗？人家是三角，铁三角。我刚刚是讲啥呢？要反过来，感觉是热气。对对，突然发现很适合哎、欸，很适合，真的适合。当，谢谢。你已经买了，哦哇，包子好有钱哦！不是，是铁三角。没有啦，应该是可以吧？可以啦，其实，反正都有间谍手把的。对啊，包子，但我真的只是纯粹的讲反了，没有说不能讲，我只是觉得讲反很白痴。大家再来。房子好有钱，那大家大家早安，好想吃早餐哦。皆さん何時に起きるですか？喂，这个人，早安。是说跟别人多收了你的合照，好耶，好耶。房子单不用下。还是我应该要订个餐，然后这里放一下我的照片，就会有那个人脸辨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惜啊，是谁？我在那边不知道啥，我根本不知道是谁。啊，用生血换拳哦？为了生血吗？妈，早安，子母鸡。啊，有啦，人家有，他只是比较少话。哦，他被隔离，哇哇！哎、欸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活动了，首先，强森是你呀、啊？你叫花图。很好笑，不见了。下一图可以突袭宿舍佳佳跟小青，不行。好难过，嗯。什么时候还会有活动？七月？会有 reset 吗？会吧。好久没有公演了。合照会开心的呢，错的呢。对啊，鼓励的大家加油。该爆雷了吧？爆雷什么？突袭啥？突袭啥？啊？啊？可是七月的乌梅怎么了？七月的乌梅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这样子讲很可怕，怎么了？哦，好想睡觉，突然一阵睡意。刚刚整个都醒了，现在又想要睡了，没有档期哦，真假？不要这样子，七月乌梅都被戒了哦。
会不会其中有一个是我们？会吗？会吗？哦，节目都公开。挑战个毛啊！现在疫情这样子，到时候又一堆人要隔离，这不是我们。难怪你们是先知，你们都会去查档期是不是？差一场满三十。等一下，我想要去拿我的鲜奶茶，昨天买的，哈哈。我辛苦了，大家都很辛苦，真的就是大家都很辛苦，大家都很辛苦。哦，我前天真的是很难过，通灵。你们都是通灵大师，金鱼代班，金鱼背对你，我要去拿我的鲜奶茶，就一碗鸡。嘿，啊，我的脊椎。嗨，这都哭吗？哭啥？饭圈通灵王大赛都不知道办几届，好想，好想，好喜欢哦。大家，我最近一直在喝饮料，好爽，羡慕有早餐，我还只有鲜奶茶，我没有吃的，去买去买！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好好的充实自己的生活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。对，我最近一直在喝饮料，哈哈。大家早安，羡慕有鲜奶茶，鲜奶茶买它，同样有一件开心事，对，可以叫外头闭嘴。欸，我真的是不想修，我真的是没有修，而且是因为贴着，你贴着肯定就会很胖啊，啊，我本来就很胖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早餐只花75块，你说固定吗？每天每天，75块其实差不多吧。哎，它真的好空哦，还是我的头太小？
心。手臂好好看，说你不会胖，你真的很瘦，很苗条，谢谢。分散了吗？是大家也没有，没的是呢，别吃你没的是呢。空气帽子，现在练舞的手臂应该瘦下来了吧？镜头看起来谁都会，嗯，没有错，他娃在的会讲好。这有什么变化吗？开始训练后，其实没什么变化，但是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，就是你看得出你有变，但是你体重没有变。我觉得就是长肌肉吧，我猜，我不知道，感觉就是把我的油脂变成肌肉，听起来超胖。上次法法生动描述，我觉得在被解法了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样有点好笑，你说耳机吗？它超大哎、欸，嘿，大海耶，爸爸的天，啊，那是什么 ？Wedding dress， 之前的肥肉开始坚强呀， yeah. 肥肉开始在坚强。很重但会比较好看，很重，什么东西很重？会变成八块圆圈吗？不会。哦，婚纱，嗨，まだ早いですね。因为他，抱歉，用不到我。所以现在对练教练有夸你吗？为什么？什么问题？突然就问你有没有夸？你知道，就是这种东西，任何东西、任何事情的，就是需要适度的夸奖，不是直接让你消失。说啥呢？毕竟肌肉都跑出来了。大家都在进步嘛，而且我们有人没有关麦哦。肌肉重量大概是同体脂肪三倍，如果脂肪体积全部变成肌肉，长知识。头臭，哈哈。羡慕老师会比我真的。同时增肌减脂啊，但是我感觉我刚练的时候比较瘦，我现在又胖回来了，但是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变。
三个打过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嗯，什么意思？还在训练。训练的。好酸哦。对练，对练。为了繁殖黑水虻，林姓人特别设计一座黑水虻繁殖室。我们这个繁殖室啊，主要就是要利用它的温度，周末嘛，才不洗就会一块新的隔板。对脸，你说该替谁担心？该替都可以担心，都一起担心，因为他们其实真的都蛮强的。练一练以后，全 TW 打摔跤。听说男厨师知道要被打，但是不能躲。啊，听哪里说的？不是还有小钱吗？啊，你们通灵？你们又在通灵了吗？他比较欠扁，哎，但是他力气真的是最大的，不得不说，翁同勋，他真的很。暴力，很暴力，没有很暴力了，很大力，力气很大。听阿丽说，啊，我想说你们是同龄的，你很厉害。我们可以过。对，都担心一下，都担心。该担心的是那个吧，那个另外一位姐姐，乔露姐。你们知道除了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姐姐吗？对，担心一下她。三打一，没有三打一，好不好？很配角色吗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网络断掉了，为什么？所以我看到谁？对，一定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谁？角色？谁？我真的不会讲话。对，两天的到12点。
火箭队是啥？哼，火箭队。那你到底要吃早餐还是什么？你可以偷吃。火箭队，火箭队，他为什么火箭队？小孩子才选择。啊？什么火箭队？哪一个火箭队？你说，神奇宝贝吗？哦，火箭队 ，Yeah, I know。为什么我的 Panda 是英文呢？神奇表妹什么意思？神奇表妹好诶，什么意思？诶孩子坐下，神奇表妹数码表妹，救命，完全不一样好吗？大家该通知警察了。喂，现在已经不是1922，现在是警察。どんな話やあの这个好难。杨兄，魔力表妹，難しい。翻译，杨兄翻译，杨兄翻译神奇表妹。对啊，他在问啊，他在问在说什么，他不是他接不上，他加入不了我们的话题。哎呀，忘记密码了，怎么办？情感他，再把你停一下，我忘记密码了，我现在连我的 Panda 都登入不了，等我一下。怎么买了？
No， 爸爸一直在睡觉。肯定不会是他生日吧？说啥呢？包子今天有上班吗？会不会宿舍会碰到？会啊，宿舍会，宿舍什么都会。还是应该找一下 Uber。Uber。天啊，好久没有看到安卓的下载后面，好酷哦。自己表妹，很好笑，おもろ，めっちゃおもろ。ポケモン GO。自己表妹。我做表哥。啊，有欸，我有表妹，很久没见了。包子的表妹要小心喽。喂。他才小五，喂。神奇表妹。日文可以怎么说呢？ Pokemon。 不行。放屁的。要命。いや、ないよ、いないよ、ないよ、あんまりないよ。あの、バウズの方がやばいです。うん、たんです。で、ハルよ、もうめちゃくちゃうん、たん使えるわ。すごい、すげえ、すげえ。他早就会、很久会就很久之前就学会。今天一天班可以爽休三天，好好哦，好羡慕，令人羡慕。哎，我现在才发现包子，被子是不是包子？被子是猫咪，好可爱哟。嗯，嗯，海柳秀出你的中文。Yes，
いや先生じゃないわ、私じゃないでしょ。不是包子杯子。一年前就回了，看看这直播间图图。哎，并没有好吗？是粉丝教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忘记了，忘记都叫他啥了。母汤。啊，加卡麦，加卡白。不是我啊，不是我吧？Not me。加班位。话题到了，什么都会学习到。是的，国民外交品，外交品呀，呀，卡牌。哎，要电话，我只有一只呢。哇塞！好想吃东西。他是不是下课了？可能是中间下课吧。他说他上到12点。他就想怎么会被我教，还可以教，明明就是你在教的。你是翻译大师嘞。要到一个午安的时间了，好绝交，眠不着呢。哎，我今天拖了一个小时，才开始累。没有，我一直都在累，抱歉，不在闹。谢坚果的爱心气球，哎，不要教这种的，谢谢。早安，早安大家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如果不想被我认出来是谁的话，欢迎改名哈。这该洗手，没有感觉，感觉有些人肯定是粉丝，应该肯定是粉丝，超胖，林果超胖，嗨，日文也很难，日本語も難しい，同じくらいの，
難しい。ガンガンね。ガンガンね。確かに私も日本語難しい。はい。言葉難しい。なんでも難しい。没有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黑色线条，绿色黑色，很好笑。因为我今天都没有放音乐，我决定要来听个歌，提振一下我的心，我的精神，然后放那种超想睡的歌。大体覚えるのがいいね。はい、いいな、いいなと思うんだな。还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词。私も知ってください。太长了吧。啊，你把这两行字，嗨，没关系啊。还是其实我也该关，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关，哈哈。在说什么？人家打招呼的也会打一句早安，可是有些人就比较害羞啊，就不会讲。我声音，又回到一个还没有睡醒的状态。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。Hello boss， 先加购物车一下。嘿，害羞，玉超你才不害羞的。是玉超哎。这段时间我的孙子也能睡觉。哈？你在说啥？你们为的是你们的是那啥？こんな時間でマジ。寝るの時間。又要睡醒了？没有，没有的事。对，我会这样子睡觉，完全可以睡觉。他会不会开始上课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人家那边在签到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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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超超，太想念一下，玉超超。上班に戻ります。はい、バイビー。睡吧，等等又要睡回去吗？没有，等等要出门。
告诉大家以后说不要，要用 liking 来说不要了。好，为什么？麻烦。每个都帮点才不行，放放水都不行。他能打拳不是别的事情，但晚上还是有打拳相关的啦。那边的事情，但不是打拳。好，打你。世界球，哎喂！明明有根还被进，那真的很酷哎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因为我最近蛮叛逆的，叛逆没有，我一直都叛逆。那我在想，好像可以给你们看玩游戏，超废之类的。可以应征沙包吗？可以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在搞事，我只是想要上班玩游戏。没有啦，我没有 VP， 我没有在做。游戏有镜子照的应该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们不能，不要，我没有那么的无所畏惧好吗？我什么都怕，我怕死的大家。我们这边最无所畏惧的就是张爸爸。磨牙洗，翻什么桌？干啥翻桌呢？直接一道菜，不行，你们就是明天就会看到我们谁被消失。看到男军手把进来，对，很好笑。而且我是看到游戏 ID 也是可以的吗？来不及了，吃。刚吃了一些。天天猫搞的，不要按吃鸡。Hello Kitty， 订阅团的。No. Hello 刘小晴，什么意思？来不及的吃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多少会一点。叮叮叮叮叮叮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咔咔咔，我爱你。对啊，好想吃东西。啊，多打了，来不及吃。哦，来不及吃。
还没吃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只好把发发烤了。定啊，定。你要定吗？啊、哦！我还没定，要不要定？耶、yeah ！还没定，耶、yeah ！好饿。明明设了30分闹钟，带你去过头。累，很累，很累。刚必胜推碳水餐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棒菜类。好啊，好吃吗？你觉得这么好，你很好推呢。定了就推了就定了。外送才成熟，哇！其实啊，哇，听起来很好吃呢。啊，我想要听妹妹，吃完好吃的告诉我，哎，你吃，不行，你要踩雷，你踩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是你要猜。好好喝，我喜欢吃。喜欢，谢谢。拜拜。我在看旁边，因为我在找镜子。我是那边一面镜子都没有吗？我不配。他有没有镜子？你没有钱吗？哎，而且 Crony 在直播哎、欸，张爸爸。张爸爸，张爸，哇，他睡到不行哎、欸！张爸 ，Crony 在直播哎、欸，跟木美，跟发娜，啊，他睡到不行。哎、欸，是跟木美，对，跟姑啦。完全没有睁开眼睛。电脑有镜头吗？有啊，反正镜子照不出我。怎么不跟小琴一样起点直播起不来？你觉得有想要跟佳佳一起拍婚纱吗？很突然，闺蜜照吗？可以啊。谁都不行。
学也完全不行好吗？可以请姐姐吹笛子唱，不行，她会生气。上课真的很好睡，理解，我理解，真的好睡。打呼吗？没有啊，他不会，他不太会，要很安静才会听到，其实是呼吸的声音啊。我就是很没有一面背景，这是。我在找的期间，我就可以下班了。其实也就是呼吸的声音。你会磨牙吗？张爸爸说会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，从来不知道我会磨。人，我要去拿快乐的全员了。你在直播？你知道，你有听到。买快乐水，不可能吧？跟小情侣太大了。是有一个镜子，开到超高的。而且蛮脏的。刘小晴，该转进图学吧。对啊，但是因为我想玩游戏，玩的游戏也认真，我好想。
就是会拍到我的名字，应该不行吧？我的名字，那是我的游戏的名字。其实也是没关系，因为它没什么在用。买那个其实上班族看起来很像，给我扣扣。对吧？不太好，还是我把它贴起来。我的镜子。用 YT 之前是真的有游戏直播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太小了吧？可以吧？玩一下，上次不是也用这种大小的吗？而且我的那个膜还在。吃不起来。哼哼，为了玩游戏而拆的镜子。哎，没礼貌。哦，王国纪元。咦，谢楚文的眼睛也长肿了，先让我试一下，我需要另外一只手机看，哈哈哈哈，不然等下出一点问题。吓死！啊吧吧吧。不知道快起来会怎么样？不可能啦！怎么成这样？喂，不可能吧？所以我最后有被踢掉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谢谢主人的眼睛当众。哦，你说那个吗？有啊，我被踢掉了，哈哈哈哈。你说王国纪元吗？谢谢老沙的闪光星星，谢谢海豚的爱心气球。我先播个歌。肯定得踢吧，我都没有在做事。还有人在玩，哇，好厉害！对啊，是演鱼盘，开吧，是演鱼盘的。乱了。OK。啊，好像乱。踩到没有？踩到旁边，忘记它是镜子了。嗨，我来进行一个转镜头的动作。嘿，先照下面，大家等我。耶，嗨大家，好神，好开心，开心，感觉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嗯。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我好黑啊！我看起来，
很胖，我可以占满那整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啊，我好黑哦！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天还天发还在亮，就是要那个要那个那啥，要对焦。天干瓜，可能不是看起来，是真的大。啊，脸是真的大。这个游戏好怀念。脸太小啊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用另外一个。吹麦子，叭叭叭叭叭。我都把它的膜拆了，我试试。它可以了吧？我给你们看啊，对，但它好脏，等一下我擦一下。他擦不干净，大家，下来就这样吧。哇酷哇酷，谢海豚的爱心气球，给你们看我的另外一只，玩到静音模式了，很好笑。哒啦，够大了吧？就这样喽，我就这样了。来赌。哎，哦，好乱，好乱。哦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们，大家好。我就很喜欢在墙上贴东西哈。对啊，好难哦。等一下，它黑屏了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不是，是我的手，抱歉。谢谢想想的星星，很好笑。没有好吗？感觉贴了很多门票，对，就是那种值得纪念的门票，我就贴上去，哈哈。是我是我挡住，是我挡住镜头了，哈哈。嗯，好难哦。以示我有侦测到。好，换一下 skin，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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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个东西。哦天哪，这个世界！巴拉巴拉，我还有手机电吗？
手指怎么了？对啊，手指怎么？没有，这个开灯，可是那个灯在那边应该不影响吧？你觉得我们刚刚关灯有差吗？属实是有一点。我墙壁整了好多东西。看到吗？从我的眼睛反光可以看到荧幕，还是你们就从我的眼睛看就好。这个蓝色的很好笑。可以吧，可以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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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我的话，哈哈，超好笑，超好笑。那我可以贴一张照片在我的，就这样打20分钟。你说就这样吗？看着我，你们要看我的眼睛是吗？可是我转过去你们看不到。很可以耶，挑战极限，好好笑。大家示意都2.0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，大家，大家很厉害。好不习惯哦，他原本的 skill。谢谢小晴的闪光星星，你要吃东西吗？亲，看完焦距会调不回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谢谢青仔的闪光星星，看下来，哦有哎，啊、欸哦，还是我没有看到 ，sorry， 我来了，用电脑顶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好开心，终于，哇，好开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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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飲みました。はい、看到了です。飲み、飲み、飲みました。待っておいて。飲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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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天一天的星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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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张宝，你要吃东西吗？张宝在睡觉，一天都没跟到，完美跳过。等一下，我看他说什么。有啊，我看到了，连接的是连接，这是朱莉安的爱心气球。还是你是说他之前还有再传过一次，然后我没有看到，过敏的声音。高分神仙，好过分！当当当当当当，哒滴那样哒滴，张爸爸，你要吃东西吗？群主有团购。感觉都是家家合作，对。下面那个。拜拜呀，沙袋。老师1922，老师还好吗？要不要喝口水？点进去就会尾巴，超喜欢，超喜欢！哎，你们可以做出来吗？那个小东西的部分，好喜欢啊！没有了，还你们开心的，看着开心。还是想玩，我应该把那个声音关掉，这样你们就不知道我 miss。谢谢告白气球，是吗？我的余光看到了。
几包才能抽50包，一人4个感觉大嘞。对，漂亮，我也觉得人平均的纸币会花比我多。谢谢背后的告白气球。好，你点完了吗？你点完了吗？开心啊！没有，我没有倦怠，好吗？我热爱我的工作。真的，我热爱我的工作啊！50，你会听到那个很紧张的声音，这是我看起来很冷静，但是我很慌，看不懂啊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真的，我热爱我的工作。当偶像很棒啊，怎么了吗？很棒啊，很棒啊，真的真的，我是 48 的一员呢，我是48G 的一员呢。花了蛮赚的，哎，但是我也只花过这几次，始终如一，对，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，好吗？我们热爱工作，大家，对，哎，其实我想过，我是不是蛮不适合当偶像的？毕竟我这么害羞，自己讲很奇怪，但是我就是一个你们知道内向的人，安静的人。但是我又会想说，我想我我好像还是有，就是带给大家一些快乐，所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适合啊哈，自己讲。谢谢 YC 的一封信，我热爱工作，真的，真的，大家请帮我把今天直播前面的20分钟剪掉，很好笑。喜欢上班，送你我的手机壳，装不下。喜欢工作，耶！不剪掉，删掉，谢谢。请不要剪精华，求你们了。不然你们隔天就会看到我消失，就不会是只有企划消失。但其实好像还好，我讲的很少，我也没讲啥。哎呦，啊，啊，对对，可以把喜欢工作剪给老板。我热爱工作，也没有起床气好吗？我就只是你们想听啊，推给你们的。不会啦，不会这样子吧？哈哈，不会，我真的讲很少，真的认真认真，我讲的极少，极简，极简主义者好吗？能不讲话就不讲话，对吧？你们认识的我，嗯哼，是蛮想听的，对吧？对啊，你们想听啊，我就跟你们讲啊。就是真的，我也没说啥，对吧？跟张宝宝比起来，疯起来谁也拉不动。
谁上班还在打电脑，应该就我了吧，而且还是你们看不到的那种。下次明天补一下前面，听得比较安心。对啊，我也没讲什么啊。对，我谢了。一直断糖，谢谢。我等一下要把那个声音关掉，你们就听到狗就汤博了，你们就当听歌吧。关掉，安静安静，看机可以，我看到了，好宽，刘晓晴干嘛呢？你放的是我没有看到。See my head, ごめんなさい。完全我错过，完完整整的错过了，哈哈。说啥呢？说啥呢 ？QK。不要跟我爸讲，求你了，拜托。今夜是小晴，晴爷爷。
给你们听一下我打错啊。我可能会死掉哎、欸，这个我没有玩过。失礼しました。見てください。僕のが楽しい。Mother is so fucking 可愛い。啊，谢谢彩虹的香槟。解决事宜，解决事宜是啥？解决仪式。谢谢相爱的人和相遇。哎，我刚很顺的就唱歌，唱歌，我就唱歌。好，谢谢师姐和你一起。世界第一，有这种简化，对 ，sorry。抱歉，这是歌词，哈哈。对，多大逼，但是没有多大逼，无意识的，ごめんなさ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可可居然有发现，很好笑。哦，我差点有讲错了。大丈夫啊，大丈夫。嗯，很常听这首歌。真的很常听这首歌，不得不说。晚安啊，午安，十二点了，午安。对，我是。大家好。对吧？可以很棒哎。在这边。对，逮着鼻，对，我平常都说逮着鼻，跟 see my hand。感觉感觉语言，逮着鼻 ，baby， 啊 baby 啊，不，这好像是小山美玲教我的 ，baby， 逮着鼻 ，b 好像是小山美玲教我的，妈，你们听过这样子说吗？No， 不是，那个就是真的很常听这首歌。真的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我给他塞一。耶耶！哇！哎，让我问一下波，哎，谢谢大家。对，道歉，没有，来不及的事，没有，我刚在唱歌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要下班了，再见。对 ，UF 的歌词 ，Kelly， 嗯哼，呀、yeah, ，下班吃饭，大哥，面板。
是名字 Dylan Cat Dylan。有名是 Hello， 谢谢 Hello。另外名是 YC 小西，前面是 Buzz， 谢谢 Buzz。这两名是两个，谢谢两个。第五名是冬瓜，谢冬瓜。第四名是一泡胖，谢谢一泡胖。第三名是浪客，谢谢浪客。第二名是四季，谢谢四季。第一名是飞鸿，谢谢飞鸿。哇，谢谢。最近有练什么歌吗？刚刚那几句歌就在家，什么歌？什么就在家？最近有练什么歌？最近在听，你们听过 Alice and You 吗？一位 Hololive ID 的 VTuber 唱的。最近有变胖吗？我不知道。可能有，看起来想不出来。我要听什么？其实也没有听什么，最近又听回去 Blessing 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庆发红包了！哦，谢谢庆，我没有发现，哇！谢谢庆，谢谢海豚的看好你哦。因为我没有看到，哇！谢谢庆，但是我都有拿到。发的红包 ，crazy。对，我以为是阳光，重叠了。这就是我们无尽的相聚。耶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超胖，超胖，谢谢一超，谢谢高同学，谢谢大家。中品，赞。哎，差不多。我等他发完吗？好像没有那个时间，我还不吃饭啊。最后一包了是吗？好，等他。等下才能一起。好吧。对啊，我的脑子。噔噔噔。抢到红包。先吃饭吧，后来点啥？嘿。好棒哦，我穿了咖啡机，虽然我不喝，没有不喝了，不太喝。哦，叫了台式早餐。大家合照会欢迎。大家会穿什么？来了就知道了。哈哈哈！哈，小心老板说我把钱飞。不会啦，不会吧？晚安，拜拜。
明天也是十点哦。Okay.